健康还给我，为什么百货公司这里所有的人都不戴上口罩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，如果不想死掉就给我戴好，也许你觉得这不重要，就给我离开台湾这座宝岛，看不见你戴口罩我怎么知道，你有没有去武汉然后拍拍照，没有进驻他还是乱乱跑，没有发烧病毒还是会爆，你要进来是不是从武汉来偷吃药，说你没有发烧